咱伊个祖师爷，伊个奉祖台湾之下呢，咱今日来修学堂的伫这道场内底休息，我们是很正确的一个选择。哦，是做正确的选择，咱是做失败。哦，妈妈袂离开家庭，嘛袂离开咱个子女，嘛袂离开咱个先生，袂离开咱个父母。咱就是一个弥勒家庭，所以各位姐妹，咱一定今日，咱若无讲。外面出投入的啦，我们一定要投入，因为你投入以后，你才能够生出。你生出了后，你搞不懂人讲的那个感应，你才能够体会出我们在道场修行的那种非常幸福的感觉哦。这是佛法的前列，那么现在的佛法就要加分享佛行之间，因为佛法只有三篇啊，哦，所以我们的题目内底有规定的三篇哦。就是婆媳夫妻跟亲子关系，那么咱要幸福人生，伊看我有够宽，但是呢，咱今日一个家庭内底，上该基本的就是婆媳、亲子跟夫妻这三层的关系。那么你在这婆媳关系呢，我哈一个体会，也是讲，能够大家媳妇的关系是五千几年来的历史。无法度咧去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好拢安尼体会，人讲婆婆要宽心量，媳妇要孝廉量，啊就是讲，今日一个要去做人当媳妇的人，伊是非常紧张的。所以我好呢生两个查某囝，啊，阮查某囝后来我今日就走白讲话，你我好要嫁查某囝的时候，我好拢安尼解决，啊，等哦也无啥物偏。啊，无啥物嫁妆啊，唔比像因早安嫁妆是足济嘞，嫁妆啊用拖拉机来载，吼吼，啊好怕着教我两个查某囝，我妈妈吼，互恁一个嫁妆，上佳好个嫁妆，恁只要即项嫁妆吼，哪要甲修好掉吼，绝对你起用做幸福个，因为这是我怕来体会，我怕自从安尼，做拢唔捌代志嫁到人家的时阵，我体会了一项嫁妆上佳好个，各位浅显。咱在座老的查某囝还袂嫁，还是讲吼，迄落还袂嫁出门的小姐吼，我甲咱教，但一定要甲好态。我甲阮这同咱查某囝讲，只要你若好嘴，你嫁出去到人家就幸福。所以阮这阮两个查某囝拢足好嘴，足好嘴，毋是嘴用像我安尼我口红叫做足好嘴，毋是啊，就是吼，看到时段就爱叫吼，啊是吼我。这亲戚的查某囝，伊看到公公婆婆，看到都叫啊！哦，一天看到看几间，伊就叫几间。所以阮亲家的会知，阮这阿孙的，阮兜我照顾。伊拢讲吼，生你是安怎教？教迄查某囝遐尼好嘴，我看到都叫。我讲，我因为伊叫伊爱应啊，我袂想叫伊公公，公公敢爱甲应，一定爱甲应啊吼。万一教会闲啊，对。伊讲真正足好嘴啊，看到伊朋友来嘛，拢会打招呼。那么这人就会听的有心嘛，哦，咱唔免有啥物竞争，只要你好嘴，哦，所以呢，你将咱我哈，啊，咱们这些人先来看出这这底下影片。唔慢来。媳妇，伊个逐天，我拢会甲因好好洗脚。那么这囡仔伊看伫个将来呢，伊嘛是会学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免生囡咯。